对阵的也是一个强队啊，神头鬼脸队，叫神头鬼脸队。来给各位水友介绍一下这两支队伍啊。Yumi 队队伍口号一串英文，主播不认识。队伍介绍，一群热爱电子竞技的少年。上单 ID 叫你的意义，招牌英雄就不说了，个人的打法呢是风格激进的，1v1男人大战啊，号称1v1单挑就没有对手啊。打野 SUN 个人介绍，宇宙最强阴间打野。中单 ID YE 个人介绍，话多活泼善于支援。 AD GUANG 光啊，个人介绍，拿起斧头就砍啊，应该是德莱文玩得很溜。辅助风，个人介绍，最爱萌妹。上单想，这个个人介绍，谦逊随和的温柔上单。好，那么看一下神头鬼脸队啊，左边是 Yumi 吧？对，左边是 Yumi， 右边是神头鬼脸 BO5。 好。好像位置，那么看一下右边的神头鬼脸队伍啊，他们的队名叫神头鬼脸，他们的队伍口号叫重在参与，他们的介绍呢是临时组队重在参与，但是呢上一次打、啊、感觉很强，然后他们呢全是峡谷王者的抹去王者的，然后一区打石宗师的啊，基本上全能，没多说什么啊，英雄也没怎么透露。好，那我们看看这个崔斯塔纳能不能打出来效果，能不能把这个加里奥给他在对线期就给他打崩啊？这点很重要的，因为小炮这个角色打中路，你一旦中就是跟对面中路是平缓发育，是哪怕说加里奥比补刀比你少一点，那你都不行，你打团战你就炸了啊、你这个加里奥支援你就炸了，越塔呀、支援啊、进入野区啊，它的功能太多了，小炮是什么都做不了啊，这就是区别。没错，所以这个小炮的个人能力要非常强，他打不出来效果，这个组合会在中期很难，拖到后期又不一样了，小炮他又能站出来啊、但是在中期非常的弱，中期很难、因为右边就是很标准的中期打团阵容，而且后期也有一手老鼠，是的，这个是要入侵的节奏啊，是哦，这波这个一级搞皇子非常正确啊，因为皇子一旦没红啊，他是很难受的，皇子强就强在他什么，他二级你知道吧，他能抢先 gank， 他能抢先搞事，你这是对吧，你这一搞的话那皇子就难受了，那皇子就炸了啊！我们看一下野区的这个，这一级设计非常好啊，针对皇子打非常不错，坏了，皇子节奏没了，那这样的话小炮毫无压力的去压这个加里奥了啊！你看就摆明了，我就视野上过来，我就是打你野区，哎，怎么说我把你两个野区视野一插，你别拿 buff， 哎，我又来了，你看看，哎呦，这个搞的，这压力太大了。说实话，在这一级设计上就能看得出来，这个队伍的老道啊，经验非常的老道，他知道你打野的这个强势点，我怎么针对你啊，做的非常。哎呦，这个拉到了，交闪吗？要死了，没闪的，哦，没闪的是吧？哇哦。Yumi 队伍果然强哦，这边是开吉宝了，一级打你二级，你要打二级，哎呦，漂亮哦，可惜这个剑姬自信了啊，那上路有点爆炸啊，哎，你看又搞坏了，人都到了，完了没闪的嘉文，哎呦，这个没忍住不行啊，加料感动，但是哇，你看看这三分钟反你野区下路组合都来了啊。但是取决于他们有线权，为什么有线权？因为这个派克处理的好，你作为一个短手你不应该有线权，对不对？你想这个道理，他凭什么有线权？你想过没有？说明他们这个队伍的老练啊，打你家里哦，效果打出来了，对啊，非常到位。哎呦，辅助来了，这没想到啊，拉得非常好，哎呦，这搞的嘛、你说你这在对阵强队的时候，你辅助在四分钟从下跑到上，你下路要被强杀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没有罪被强杀？对不对？有限权啊！为什么有限权？对不对？个人能力很强啊！而且他们的思路很清晰、那老鼠也来了哈！老鼠，听说你们喜欢搞事是吧？但是有闪了、哎，你看看这损失多大呀！这侠在一个人在下路吃爽了啊！
因为你对线又压不了我们、啊、所以你看你看派克他很谨慎的过来试探，他也在扫眼看到没有，哎我确定没人，好我勾你，我勾到你之后我看情况，哎没人来我动手，我拉没拉着我再点燃，我一套倒钩把你带走，老水没有办法对不对，我再勾勾不勾得到无所谓，我摸奖、哦、这边嘉文六级的看一下怎么处理 W。哦呦，开机保的快啊，保的快 ，EQ 躲了。看一下，你好，侠不服，好，那你这老是搞，你老是搞，你当我没有队友啊？有闪现，首先你有闪现，我不交啊，我不交啊，我就是不交啊。五级房子，你敢不敢 EQ 我吗？你看看，这就是艺高人胆大。哎，我就是不交，但派克不怕，派克反手就能拿走。这边是逮到小炮 ，EQ 跟上了，一个大炮推一下，天崩地裂跟上之后 ，W 闪现跟上，九筒赶到。哎呦，这个一级闪现没有办法，非常漂亮的大招，闪现 A 一下，但就是死不了。风筝走 A 跳回来，很难受，瞬间爆炸。他交了个闪现，因为他看皇子在上下摆，因为皇子也知道他要撞他了，你知道吧？他硬是交了个闪现，这波处理非常好，对吧？啊。但是你这个乱了呀、哎呦闪现跟上倒钩一下派克有大，那我剁你的999啊，给点燃了，挂个点燃马上够了、又要剁你了，哎呦还预判你闪现，是的我往你后面放挡你一次，哦要单杀了，上路开机炮，哎呦 QJA 呀、啊、峡谷一开坏了，领先8000块，节奏太快了，尤米又勾到勾一下、啊、老鼠怎么说，小炮九级啊， EQ 打小炮很正确，但是人家有闪啊，天崩地裂队友跟不上，一个大招掩护一下没有办法，队友的话被拉过来，这两个要白白的交掉了，下路赶紧跑崩脉撤溜，但是溜不溜得到呢、哎、一个派克的话一手挡住晕住房子不敢出手啊，杀小炮和九筒，但是肉弹冲击我正好要抓你的队友把你顶下来了，炸壶，但是这个炸壶的话你队友也得死掉，哇一个大招一人受3薄块，哦神偷鬼脸已经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，这压力好大呀，好大好大，整个连锁反应是由下路的这个辅助开启的啊，当然了他的队友操作也要到位，意识也要到位啊，不然的话也不会滚着这么大的雪球，12分钟10000块的经济差，很夸张很夸张，而且在对手也不弱的情况下，对的这个队很厉害啊，很厉害很厉害，夺冠热门队，哦逮到了皇子，逮到了 EQ 只能跑，哎呦冲塔吗，这杰斯被打的门不敢出了哈，就这就没得玩了呀，杰斯的英雄劣势就很炸、啊、哦倒钩拉到倒钩拉一半刘通来了，哇、哦、接个大招补伤害、哦、直接秒了，就大招伤害远程把你给带走，这真的是很无奈啊，这辅助肯定也没想到自己满血突然一下直接到了派克的斩杀线，是的一手红温三角桶，一看就是经常看我直播，没错跳过来顶你再打下我吸手，那没什么用啊，没用、哎、海妖了再到顶不住了要硬来，伤害不够，好嘛，控制在最后一下撤出去啊、哦，非常的细节。哎，转过来，我扭拉去 Q， 哎呀，升级了，漂亮，小兵受掉了，小兵打死了。训练有数啊，哦，哇，这个伤害，这个怎么打？直接逮到你，不急。怎么打？哎呦，顶一下，拉过来给点燃，敲开，欢乐时光已经。还没死，哎呦，一个钩子钩死了，打变形啊！神偷鬼脸对我是很强的啊，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啊。饲料模子了，我直接就塔下这么打，跳过来，哦、跳点了，15分钟 ，OK， 这个做下一把调整，不被折磨。
哇，南方的，哎呦，叫做这把这把这个要搞事了，哦，要搞你了，闪现钩，哎呦，卡住了，好看一下，定一下，要你看他的面，闪现，跑掉吗？点的死吗？点不死，吃了一口药，这个药吃的非常好啊，一口药保了一条命啊，哎呦，我的乖乖，那这样的话，凯南一级学了个 E 啊。药也没了，那他这个难了，这一波辅助泰坦很果断，那这辅助闪换还是赚的、很赚啊，你砍单很难受啊，你第一没药，第二你学的 E， 那么金属大师你一旦让他对吧，你一级你不能压他啊，你看、你看这把野区搞起来了，哎呦，上把被你打得太憋屈了，这把你再搞我野区第一次不对吗，哈啊，我不能接受了，你这个 buff 一旦没抢到就晚了，我们看一下还是要搞啊，哎呦，哎呦，在草丛里面，凯隐来了，铁男，哎呦，闪现进去，铁男怎么说？漂亮，那这把，你这把你再调皮，你，有，我不交个闪，我不交闪，你死不死？那这千珏一级被搞得难受了呀？啊？啊哦。红 buff 被抢了，哇！哦，下路要现杀了。哎呦，一血没了，没闪现的辅助，而且千珏野区也炸了。这你还跟他玩啊？你这玩下去你没了呀！你玩下去你没了呀！你打石头人，我二级，你在这打石头人，哇！爆炸，瞬间爆炸哈！还好还好，这凯隐想想不搞了。我跑过来打大你，我再打等。哎呦，这个 buff 丢了，真的是。那这野区烂了呀，只能吃个石头人，升个两级。但是 F6 也丢了，下半野区也不好去了，被卡了。哎呦，红 buff， 哇，开 W 哪里打你刷你被动，我 A 我在把一个 Q 爆炸过，你不交闪现，生态爆炸了。这一搞厉害了呀，大爷！裂了，坏了！而且前期本该劣势的凯隐给他玩的这么舒服，这个我说实话，这凯隐好赌啊！你想哈、啊，对，我一人躲在那个草丛，万一说我闪现过去，那个 buff 不是我拿，是你拿，就没了，他就没了。反正不是我炸，就你炸。你肯定炸了呀，对吧？就跟你搏。我千珏二级带个红 buff， 你一个凯隐没了闪现，你还想跑啊？你肯定跑不掉。然后死完之后我拿你人头，你回家再出来打 buff， 我无敌了，对吧？你上路又没得闪现，下路稳一点，哦吼，咋的？哎呦，还在等，逮到了。哎哎、这个给他回去了啊，上路被一个没有闪现没有药瓶的凯南给他单吃掉了，说是啊，哎呦，这是什么磨练啊，哎呦，这边又被逮到了，哎呦，一闪漂亮，狐狸的话伤害这波很关键，很关键哈，不然千珏这波他不救千珏必死的、第三组有闪的，对，很果断，直接一闪，是的，救了一手千珏啊，这压力，哎呦，这下路的对线压力，哎呦，上路领先一级开大招，还是血量压制了42刀，哇，这多难受啊、这太难受了，王者队伍呀，被这样打，点燃勾晕住，交出闪现，死亡闪，霞洛的组合，哎呦，这凯南是不是有点过分啦，但是六级好像开了个 E 就溜了，这电耗子太难缠了，这主要都是对位上对位就被杀的、打野其实都没有干过，我开一下开大招、我要复仇了，你出不去这个圈，我看你的 E 有什么用，看一下这边是逮到了千珏，定住了一个 W 了，一个 Q 收掉，这边的是交出了闪现，烫了死吗，漂亮，还颜色，狐狸这波被定住，交出了大招，落体雷丝阻止一波追击的勾，哎呦，哎，凯隐会不会七分钟回家直接进化了呀？哦哟，塔下搞一个辅助，这伤害不够哈、但是无所谓，我没有压力啊，我没有压力、我知道你打野没有时间来，我下路的视野非常好，你看那个野区的视野，
坐到已经坐到对方的这个塔下了都要。哎，被小兵挡了一下。六级打五级打四级。对，下路的视野全是呀，红色方这边野区全是蓝色方的眼，直接两颗真眼两个假眼插在你野区。哎呦，这么点。又来了六级，你不走吗？走不？哎，狐狸在，看一下有大的哦，哇哦，一个闪现飘，漂亮，有大的，但是打到进入体内的话，落地就死了。狐狸行不行呢？狐狸，哎呀，这边一个 Q 走了，拉回来拍一下，八级的李尚卓根本不给你回来补刀，怎么办呢？来了，怎么？泰坦来了，但是这波根本无所谓，你还有闪现的时候过来。哎，还好勾住了一个 Q， 气炸宝珠回来挂中之后伤害太低了。下一个疏通航道，狐狸想要追，但是哎，点燃给的不错，那基本上好边缘的，哎呦，给自己一个大，还在拖下路又被冲下路被越了呀，你辅助这边的话，李尚卓也是死了。我操！就一直追着打，明白。哦呦，开大，哦、开大，直接要杀辅助，秒了，秒了，还要冲塔，冲塔，冲塔，推起跑与狂风，哇、哦，直接灌死了，这个是闪现交出来，哎。狐狸，然后打招过来，魅惑不交，虎火先打一套。哎，这个虎火没有贴身呐、啊，反手开大还要杀你一个二吗、哦？是不是有点过分呢、啊？哇，晕到塔下怎么说？哎呦，这个闪现拉，哦、闪现先带灰。哎呦，哎呦，闪现的 Q， 还好，嗯，还好，开启大风车了，夹定大招。但是没有伤害呀，没装备呀，这个装备呀，一线都没有，侠已经两件套了。是的，完全没有后期。我操，这样打，哎呦，开大招了，不想动了。什么时候能结束比赛，兄弟兄？这坤哥，这，哎呦，这个闪现白闪现刮闪现，啊。是的，这个是两个都是全面赛道的、嗯、对，大招定一号、哎、完了，侠来了，狐狸不一定能走啊。哇哦，哇，哇、哦、还抬到了，这狐狸又死了呀。哇哦！哎，这边抓地上卓还溜了，三个抓一个没逮住。哎呦，闪现抬两个，直接抬两个，哇哦！鸡，哇，还灭。我们只能分钟，我们只能说就是优美队太强了。我不知道其他队伍有没有在看啊？嗯，但笋干宝藏好像，我觉得八强是绝对牛批的队伍。我跟你讲，八强没有一直说是，对对，是吧？会被没有弱的。哎，八强我觉得很有说法了。十六强可能还会有一些差距，但是八强是没有了。对，这比赛就是越到后面差距会越小。对的，关门没用。哦，怎么说？好像能杀一锤。是的。碗被扭掉了。哇，被操作了。开大招救一波，但是行吗？哎呦，闪现勾，但是哎呦，这个回血。哦，有个可血，凯南来了。哇，加没了，也是不守了，放弃了。放弃了。只能说。Yumi 对我很强啊，嗯，神头姑娘对我也是这个啊打得不错的，就是 Yumi 对太强了。但是也
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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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啊，恭喜优米，20分钟结束了。